又嚟到我哋 V 家楼宇快讯嘅时间，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艾石。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肇庆时代年华，佢哋有个重要嘅通知。时代年华重新开启咗香港嘅账户收款，即系话客户可以直接将佢哋嘅房款用港币嘅形式交到去时代香港嘅公司。咁啊，成交客户仲可以赠送家电嘅三件套，包括洗衣机、冰箱同埋空调。咁啊，而家仲可以做香港嘅直贷，而且佢哋嘅首期款仲可以喺香港直接用港币交添。咁本月新加推嘅系有十栋01、02、03嘅单位，呢一批嘅货源系最后一期嘅第一期啦。01、02系三房一卫嘅户型，03嘅系三房两厅两卫南北通双露台嘅户型。每一个户型都可以望到呢个泳池景。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联络我哋每一位嘅销售。